么他打成那么可爱？为什么他有韵律感？打拳，打拳，叫黄色，对。哦，哎，跟跳舞蛮像的，跳跳跳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跳起来很奇怪。这边有找到一位性感小朋友，性感小朋友，是小朋友。哎，我觉得在场应该都算你的小朋友。我也觉得，你请问你几岁？23。那你想知道他真的几岁吗？为什么大家都在听啊？你想知道我几岁吗？可以知道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。OK， 这是啊，叫什么啦？你刚刚介绍一下人家。要介绍一下，我是洪星宇，13号。星宇，对。然后我去年的10月23有在乐天主场表演，对不对？开场。为什么？还有那个浪的那个浪的那个开场，好像有印象。他也是很想当啦啦队这样，所以去年是去年有报也有甄选。你看我记得，那你这次紧张吗？是不是第二次比较还好？当做表演这样。对，如果我觉得这种事情真的不要享受舞台了，享受舞台了，不要就是压力太大。我可以在这边说个话，请说。我要非常谢谢我的那个舞蹈副总监小凡。哦，小凡，他帮我一起编舞。哦，所以你找小凡一起编舞的。谢谢小凡，谢谢他。小凡，谢谢小凡，谢谢小凡。小凡真的也是很好这样。你是故意来让我站在他旁边？我怀疑你没有啦，城府那么深，170公分很高、欸、你知道我们目前对最高的？等一下，我调一下。怎样、啊？没太矮了。我目前对最高的是宋宋，他168公分，那也是模特。对，模特之人，你有信心打败他吗？成为最高的？好，加油！他进去的话就是了。对，他进去就是本队最高的。所以为什么会把跆拳道结合到自己的表演里面？因为我之前是运动员。哦，是什么运动？跆拳道。就是打跆拳道这样。对，对，我是对打选手。可是我觉得要跟别人不一样的话，就要把我自己的专长加进来。没错，对，对你这个想法很赞。嗯，就是对思源刚刚原本讲要让自己表演立体。pick 的不错。让你看。而且其实你本来很高，就已经很有记忆点。对你算是一个记忆点满满的人。你不觉得他长得像那个吗？温迪吗？你说那个云豹的 Wendy 吗？就是孙生前女友，硬要 Q 哎、欸，好像有一点像，可是发型不像，对不对？眼睛啊，眼睛有点像。没事，加油加油，跆拳道加油！之后可以教我几招吗？好，啊、你现在教他，你现在教他，你教他。就是一直整我。好，呵，然后呢？为什么他打拳这么可爱？为什么他有韵律感？打拳。哦，哎、欸，跟跳舞蛮像的，跳跳跳，可以接上，为什么跳起来很奇怪？跳，往上。好， okay, 谢谢，赶快休息，赶快休息，赶快休息。好的，你 pick 的不错，教我一些新招。OK， 来，你再打一套，没有啦，不要啦。好，